您这是在测什么呀？是在评那个厚度。厚度，这个是厚度。测厚度。这是平整度，这是气温。这是平整度。这个是这个仪器测平整度，这个仪器是测厚度。这个是测气温。目前来讲，这个索尔加依然是占据着心理上的这个优势。两个人在车站的时候，这个是在校对。相对比轻的一些，但是呢，在心理上的优势上，目前索尔加就是非常平静、非常淡定，处理起来很自然。这是他这个目前来讲，这个我们所看到的这个非常大的优势。那么陈露呢，从一开始心浮气躁，到第二次调动起自己来之后，老师孙颖莎这个球板测的怎么情况怎么样？完全合格。完全。现在的这个。应该说心是沉下的，但是呢，已经0-2落后。如何面对？我觉得现在特别沉闷。这是徐孝元的球馆是吧？对。领导说的，索尔加心理首先就是他比较，他面对的是刚刚拿了世界杯冠军是最低的程度，所以他很慌张，他分析就是天赐大脑，再加上又踢下了两局。测20秒。测边辛苦了。那现在呢，就是对球场而言呢，要成为真正的王者。当你身处逆境的时候，该怎么打？但是这个0-0打的时候，这个就像刚才。王老师讲到，索尔加没有任何的包容，他可以处理球非常淡然。其实呢，就是国外运动员对中国运动员，首先这一步是要测20秒是吗，老师？对。我目前我们怎么样？完全合格。但是呢，这个心理上优势也是体现的比较充分，但是随着你。